想来，你早在当初便已瞒着我，修习暗无尽术。当年在刀山镇中，你故意假死，瞒天过海，改变容貌身份，嫁入宫中，但最终还是害死先皇。若不是你这一心执念，先皇也不会英年早逝。 怎么是我害死了先皇？若不是当年巫族一念之差，维护奸贼，袁安又怎么能有机会篡位？他师兄夺嫂，巫族又做了什么？你们隐瞒了一切，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天下苍生，可是又有谁记得先皇的冤死？谁又替他来讨回公道？李敬天既然坐视不理，那就由暗巫来替天行道。 你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借由皇后之死，已然害得巫族离散，你还想要如何？师兄，你真的想知道吗？我不仅要巫族付出代价，我还要袁安血债血偿，我要让他尝一尝被至亲背叛的滋味，我要让他所夺的江山。 就这样四分五裂，我要让他失去最珍贵的东西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。巫族的选择自有巫族的道理，无需他人质疑。暗无尽术，逆天而行。你的所作所为又能隐瞒多久？终有一天，亦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 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宿命。要想让我付出代价，就凭你那个徒弟清晨。师兄，你听好了，现在的定水已经不是以前的定水了。过去那个定水已经死了。对，我既然能让他以死换生。 我就可以让他再死一次，这一切是不会有人知道的。长老，师兄，觉得如何呀？已经动用了巫族的紫魂经。我既然设计了这一切，我就想到早晚会有败露的一天。 重塑己身，已经不是简单的禁术。你用心头之血运养灵石，亦需用大半功力加以控制。不然，一个不慎，反噬自身，你恐怕会被这替身所吞噬，最终落得一个魂飞魄散的下场。我已借用灵石之力，控制了他的一言一行。我已经说过了。 现在的定水早已今非昔比，师兄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要论谋略，你的确是机关算尽。当初我从天武罪房将你带出，引得你的徒儿四处追查，甚至惊动了桃妖。不过他们的确没有想到，今天我又重新幻化出了一个自己。 师兄，你就不要白费劲了。此禁制是我以八名宫女的性命所生，她们可都还活着。若你要强行破阵的话，这八名女子马上就会丧命。师兄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不妨出手啊。 如此不择手段，残害无辜。这世上哪有无辜之人？若要筹谋大计，就必须不择手段。师兄，一场好戏，你就坐在这儿，慢慢等着吧。哼。
当时我在天武罪坊感觉到的巫族人，难道便是他口中的清晨？他为何对外宣称是我的弟子？看来师妹亦对他颇为倚重。他究竟从何而来？又如何能将定水逼到这个地步？紫魂经的灵力神秘莫测，此番恐怕所有人都会被这个假定水骗过去。如何才能想办法通知他们？两位殿下可查到定水的行踪？我怀疑那日掳走我师父的便是此人。若是能找到此人，或许就能找到我师父。我已经请父皇封功，他会一一排查，我相信不久之后便会有结果。多谢两位殿下。有一事我想提醒殿下，定水并非一般人，他入了皇宫，恐怕这皇宫之内人人都有危险。不知殿下是否已经去过莲池宫中？我也去探望过母妃，她一切安好，不用担心。莲妃娘娘一向深居不出，还请殿下多加留意。四哥已加派御林军驻守，若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定会与火信相告。无论定水是一直隐身于莲池宫中，还是临时潜入，眼下都不能打草惊蛇，更何况事关后宫禁地，稍有差池便是欺君之罪，只能先对元灵隐瞒此事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该如何引出此人。为什么你总是不听我的？我叫你不要去凤府，你却一意孤行，结果呢？差点闯出大祸。如果你发生什么事，你让我……我求你了，你别再以身犯险了。殿下放心，若没有万全之策，清晨不会贸然行事。清晨先行告辞，两位殿下也请早些安心。送他回去。殿下请留步。这里不是凤府后门吗？我是私下出府的，让人看到只怕麻烦。好，那倾城姑娘自己当心。倾城姑娘请留步。我是真想不明白了，这一路自边疆到天都，我一直都看在眼里，你对四哥看似冷淡，却是事事关心。而四哥也是为了你，不惜冲撞父皇，拒绝和亲。现如今选妃在即，你现在身为凤府二小姐，还望倾城姑娘好好思量。这次选妃必定会有结果，无论娶了何人，只要不是自己想要的，四哥是绝对不会真正的开心的。倾城行事从不后悔，灵王殿下要娶何人与我并无关系。殿下慢走。都很难触及，用尽力气。
是幸福。我们都很不容易，在这世界活下去，牵绊着也好过一个人生活。我在生命的角落续写有你的传说，我不能太脆弱。长老，调查的如何？或许我已经推断出师父的下落，若是所料不差，更能为巫族洗刷当年皇后一案中的冤屈。你可当真？但我需要长老相助，救出暗巫的长老。你有何计划？皇后忌日当天，我会设法让你们混入宫中。一切由你安排，我负责援手。四哥，不去莲池宫，当真没问题吗？刚才我去查看了一下，没有发现任何异样。暗巫诡计多端，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我想我们不如按计划行事，这样才更有胜算。这倾城姑娘智计百出，的确是个聪明人。不过他好像对我们有所保留，又好像很矛盾的样子。你什么时候学会洞察人心的本事了？跟了四哥这么多年，连这点都看不明白吗？你觉得你能看得出我会看不出吗？那四哥为何还这般信他，按兵不动，配合他布局啊？所谓洞察人心，有时候靠的是第一眼的直觉，他心中有事，但是他眼中……眼中有什么？眼中有情。只怕不止他一人吧，四哥。我可是头一次见你这般模样，面上含笑，这眼中带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情？哎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行告辞。四哥，你自便啊。殿下，果然如您所料，灵王殿下已经有所行动。听闻他们追查的人逃进了宫中。与其说是四哥有所行动，倒不如说是清晨有所行动。殿下是说？清晨想要找到师父，可他的目的远非如此简单。他应该是想替巫族翻案。可是巫族的人早已被陛下降旨驱逐，要翻案谈何容易？但只要是清晨，他想要就可以。继续派人暗中盯着他们下一步行动。我倒要看看清晨究竟是如何翻案的。